听村民这意思，张家人逃婚逃的也挺无奈的啊，毕竟家在这儿，根儿也在这儿，所以孩他爸还是赶紧回来吧，结不结婚这都好商量，漂泊在外不好过，是不是？沈阳的老陈，前几年的父亲过世了，留下了一套房子，这兄弟姐妹都挺仁义的，看老陈家挺困难的，于是呢就一致同意把这房子过户给老陈了。可是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这事儿还牵扯到了另一个死人。就是这个房子有33.2米，但我也没想到就他们都能这么放弃，虽然说房子不大，但是特别，我心里特别有感动。他们家兄弟姐妹四个去年11月份一起到公证处给老陈办理这个更名手续。是公证处呢告诉我说的，你带着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房证，到那去。手续带全了，人头也齐了，可没几天公证处的人说了，你们几个怎么撒谎呢？公证那个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就说的大哥这个死亡的事情。这么一说倒真是想起来了，家里不是哥四个，应该是五个，还有一个大哥呢。可是这大哥说来话就长了，20年前他犯了错误被劳教，户口也迁走了，后来释放回来以后啊，户口还没能落，人就死了。大哥是在家里病死的，当时也没多合计，街道直接开了证明就火化了。当时死前就写个白条子，那白条子那白条子在哪儿呢？你火化了，火化的东西呢？没留了20多年了，谁留了？所以你没有在那不乐处找给你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大哥没了，那就得拿出死亡证明来，没有这个怎么能证明他没了呢？他要不是没了，就还有遗产继承权，那现在你们哥四个肯定说了不算，得五个人一起来证明。天哪，事儿大了，赶紧找社区。社区给开的这个证明，证明这哥哥在家里边死去了。拿着社区的证明，他俩又到了公证处。公证处说你开这个证明不好使，你必须得到派出所开这个证明。为啥呀？公证说到你当地派出所里开那个死亡证明，因为我哥他没落户，没落户，人派出所不给出的证据。要是90年以前死亡的吧，得上市户政处去查去。他俩又去了市局。到市里我也去查了，当地派出所也去了。就是我大哥因为他死的早，没落户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呢都不能给你开这个死亡证明。转了一圈，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当时没有落户，但是现在死人不能复活，不可能再让大哥重新落一遍户口再开死亡证明，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最近一次他们又去找公证处了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俺在社区里住了好几十年了，让街坊邻居们挨个签字做证明，陈家的大哥肯定是没了，100%没了，可以吗？如果要是能行的，尽量就给你办，在不违法的情况下，既然要能照顾你，咱们照顾先。那你看看大家伙一块儿给打证明，公证处呢才考虑可以通融。不过人家公证处也不是侥幸啊，因为毕竟像这样继承遗产这大事儿啊，一定要调查的详细周到，才不是公证二字。那陈大哥呢，这件事还得拜访街坊邻居们，多费心帮忙了。王小姐呢，家住陆军总院附近，每一天回家的路上呢，都会遇到一件尴尬的事儿。接下来呢是喜怒哀乐，想说就说。说话英语叫 talk， 老百姓叫唠嗑，农村叫白，也有的人叫嘚啵，搁咱们这边就叫想说就说，喜怒哀乐，你想说就说，说了还不白说呢。我告诉你，报名热线23186688，杠杠的。我家呢住在陆军总院附近。每天下班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一群人，他们都是干啥的呢？我给你学一下，有的是这样说的：哎，住许不？还有的呢，大夏天捂个口罩跟在你身边，住许不住许不住许不。最让我尴尬的是，有一次同事送我回家，举着住宿牌子的人冲上来了，问我的同事：大哥住许不？可干净了，单间儿。这幸亏呀，是非常熟悉的同事，了解我的为人。这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同事来送我的话，他会想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天天呢上下班路过这儿，每天上班的时候呢欢送我的是祝许不，每天下班迎接我的还是祝许不。这天天烦得我呀，我就想举个牌对他说：别问我，我家就住这儿。